小丽对我甲林彦误会真深，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伊相信？阮两个人只是朋友啊。今日哦，有去问王爷，啊，王爷讲哦，你身上迄支钱哦，阿英会帮助你赔掉。我的钱，甲您有啥物关系啊？今日王爷哦，感觉伫阿英的身上啦，啊又讲哦，你的机缘奖金，阿爷帮助你哦，改支钱赔掉。啊唔过哦，伊嘛有提醒啦。讲哦，你的因果循环哦，还未结束，要注意啊。什么因果循环啊？就是你最近的代志哦，会较多，你家己哦爱较注意嘞。迄哦，性地唔能够遐尼啊歹，啊卡袂中哦，特别讲冤家相拍。袂啦，起码若受人个了，我一定走好用。行哦，安尼做就对啊。啊，小丽的代志，你怕是要哪处理啊？我听阿英讲哦，伊在网路甲你讲啊，真歹听呢。已经有咧处理了啦，我嘛有开直播解释互伊听，希望小丽当了解，好代志哦，赶紧结束。啊是哦，你联络小丽，啊叫伊来厝的吼，和我啊，佮恁妈好好啊甲讲。小丽的个性哦，真温顺，啊，大人的话吼，伊应该听啦。无多啦，伊即马电话拢改啊，嘛联络袂着啊。啊，阿英是同学呢，伊也找袂着人哦。爸，我的代志哦，我会家己处理啦。啊，你的代志咧，你敢有问王爷？王爷讲会等啦，袂当着急的啦。爸，那安尼，你着紧教我修理水电技术啊！即阵啊，若是有人哦爱修理啥，我嘛会当斗相共啊！你也做遐简单咯，啊！啊，讲学都学会晓，爱三年六个月啦！啊，你有这个心哦，我就真欢喜啊啦！怎麼不接？沒熟悉的電話啊。欸，沒在跟小麗啊，你不是說她換號碼啊？喂？向宇。小麗。向宇，我是真正喜歡你，我不會再為難你啊，我會幫你自由。不過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會放過人間。小麗，你较冷静个啦，你即摆人伫底？甲你无关系。小丽，你莫学白想个啦，你嘛莫做戆代志呢。我是要好好甲你讲啊，你听我讲，我嘛听你讲好无？你要讲，即摆就讲啊，啊无就袂赴啊。问伊伫倒位啦，小丽。你即摆人伫底啦？咱先见面再讲好无？咱定散步的迄个公园。小丽，爸，小丽足奇怪，我先来去找伊啦。我甲你做伙去。小丽呀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你，小丽呀，你哪讲啦？有什么代志袂当好我讲，奈要来伤害家己啦？我照管。来啦，来，我送你去便宜啦。哎哎，紧紧紧！你别管我，你不爱我，你走啊，走啊！
你才陪袂伊啦，紧的啦！这个囡仔哪会这么极端呢？啊，伊安尼做吼，唔那是伤害家己，啊嘛是伤害别人。别烦恼啦，已经无代志啊啦。你老实跟我讲。你甲小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谁来不甲遐么出人命？我才找时间甲爸讲啊。最近你处理这么多代志已经真忝啊，你先等伊休困啊。小丽，我来顾就好。好啦，来咱随时联络。啊，若是有什么状况哦。你就要隨口通知呢。小弟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应该要先联络伊的爸母？有联络小丽的爸母无？我爸妈在国外，不用通知他们了，我怕他们会担心。阿英跟小丽是同学。阿英应该知影，要哪联络因厝内人。安怎的心，予咱斗阵相撮？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。唔惊路。